Hello，我现在就是一整个心态爆炸，谁懂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不正常吗？好，我很正常。太生气了，太生气了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痛苦了。一把子把它扎起来算了，就是说，真烦人啊！晚上好，因为我洗头了，我洗了好几遍呢。对，啊，我正常吗？我给你们看看，其实它是紫的，但是由于它是暗紫，所以它就是没什么区别，跟我头顶你知道吧，但是它真的是紫色的，你看这样看真是没有什么区别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真的是紫色，谁懂？谁懂？嗯，好烦哦。谢谢微微送的荧光棒，谢谢未完待续送的啊，看着。还不如不然，就是说，好难过哦。谢谢回击送的王老吉，没有凉茶了，就是说只能买个王老吉了。就是这里，你看，这里有一点点肿。这里长了个小泡泡，对，谁懂？谁懂？你看它真的很紫，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紫，但是它就是很暗，你知道吧？谁懂？谢谢李正送的王老吉。唉，对，美女叹气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还不如不去染呢，浪费我100多块钱。调了一次，这什么西多士吗？谢谢木子送的荧光棒。对，我的新白裙子呢？我就今天决定不换了，对，就没换，对，我就放弃了。对，我还没有收拾。对，今天这是粉丝送的，这个好多个味道，他们都不要，然后我在看这是什么味道的，这怎么没写啊？挺好吃的，我刚吃了一个才出门的，确实挺好吃。把这个拆开，对，行李我收了一半，就是说，这个跟那个是一样的吧。晚上好，对，都打开。哇，这个花生味好重哦。嗯，没有收完，收了一点，我不知道带什么衣服去，我还没有开始收衣服。暖床吗？买贵了，笑死。对，明天很早就要出发。嗯，嗯，我肯定会带羽绒服吧，我只是不知道带卫衣什么的，带哪些而已。
因为不能乱拿嘛，你还是要考虑一下搭配。吃到一半，对，明天要早起，对，会有播到几点？播到几点？不知道，先播着吧。我现在就跟一个没染头的人没有什么区别，比昨天还要不没。对，我本来想着说最糟糕的，不就是颜色不如我意嘛？但是没有想到最糟糕的居然是，对，我本来真的是想说最糟糕的就是染不出我想要的颜色，没想到最糟糕的是它跟我的上面的颜色一模一样。真的，哎，好烦，一整个心态就是说崩掉了，我失策了，对，我失策了，气得我都吃不下了，算了，我本来也没有很饿，我已经饿过头了，我不饿了。谢谢送的麋鹿，又熟练，熟练的令人心疼。电音吗？好，我下次一定去。谢谢提问机送的王老吉，谢谢。有口红吧？不然我看起来很惨白，就是说。挂得越来越快了，美女对自己的发色要求不要太严格，美女就是对自己的发色要求太严格了。谢谢不许吃小番茄送的王老吉。美女叹气，美女说太难了。美女好严格，算了吧，反正我染之前也会被，反正我今天那个发色都已经被质疑，你染了吗？对，我觉得你漂了吗？这句话都没有那么伤害我。他说你染了吗？已经够伤害我的了。所以我觉得现在他这么自然挺好的，没有人看得出我染发，也不会问我这种"你染了吗"这种话了。没染化也确实，这 我也不知道该评价什么了。但是你说他失败吧，他也没有很失败。你看这个紫色，紫的不能再紫了。只是他这个紫，就是说他不浅，他很深罢了，你知道吧？他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紫了，就是说，谁懂？你看现在无比自然的衔接在了一起，但是如果明天在机场的话，应该很明显，我下面的头发，对，因为下面的头发是属于那种。就是光线打过来就很紫的，对，所以明天在机场的话，就是我下半截就会很明显，对，
那就希望大家的反图拍出来是非常紫的，对，让我还安慰一点。在我在正式上台前，我要洗两次头的，对，就只能是希望他洗两次头之后看看他长什么样吧，对，不知道洗完之后会长什么样。洗了两次之后，我真的很想每天都洗，但是我怕我的头秃掉，对。对，一般这个颜色的话，洗头的话，应该就是像案发现场。对，就是紫色洗头的话，就是案发现场。对，晚上好。因为我以前染过这个颜色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不，但是这个洗头也是案发现场，你知道吧？我上次就是我染的时候，然后当时是在学校嘛，我在学校洗澡的时候，救命啊，好吓人，魔仙宝那种紫。可以，但是大家不要调这么过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自己看到我自己，我还是知道自己长什么样的。对，反正洗着洗着就会掉的，因为下面的颜色真的跟上面的，因为下面漂过嘛，漂过之后洗出来的颜色跟没漂过洗出来的颜色就不一样，所以反正怎么样，它最终都会分层的，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。而且下面会掉成什么颜色也不知道，对，就是属于一个这样的情况。但是，就是我很喜欢瑞子上次染的紫色，然后我也知道它。的染发膏是哪个了？但主要是来不及买，你知道吧？那个染发膏就是线下店都找不到，对，那个只能是网上买，但是网上买的话就来不及了，所以我刚好就是想起我之前有一盒用剩下的，这个紫色染发膏，我就说去染嘛，就是说没有想到染出来真的是这么深，就是说，算了。对，就这样吧。但是我很想染一次很明显的分层的很明显的紫，你知道吧？谁懂我？谢谢吃饱想送的王老吉。对，我也不想折腾头发的，但是我没有再漂，我只是漂了一次，然后在上面染罢了。对，我的发质就是说暂时还没有受到伤害。对，对，它还是非常的，如果是。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糟糕，这个发质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有一点干燥罢了。对，停，好了，这三个字看到了吗？这三个字，你漂了吗？这三个字就是说可以短暂的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吗？请问，你漂了，你染了，这三个字，就是说，在这个星期以内最好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好吗？一整个就是心梗的状态。你弄了，不准用这个动词。主要是我是一个对自己认知非常的清晰的人，就是说我不会因为大家说，哇，我觉得好看，好看，这个颜色好看啊，还是很明显的，还是很明显，就是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，对，虽然说大家说的可能也是实话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，对，我今天。我突然间有点怀念我今天白天的颜色了。
洗脑失败，对。算了吧，就这么说，这么说吧，就是说现在这样子的我跟白天室内的我好像没有什么区别，对不对？别洗，就是说我不会那么轻易的被洗脑，因为我是真的一个很倔的人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就是非常的，对。我就没有染过头，对，我没染，怎么染的什么？我没染头，怎么可能染了头还长这样？当然没染头，怎么可能染头了嘛？对吧？谢谢爱吃牛肉糖送的王老吉，对，染头是什么？我最近都没有去过理发店呢，不懂，不理解。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，对。不想想明天穿什么吧，想想带什么衣服去。昨天等到8点多，在干嘛呢？我在干嘛？那时候等到8点多，在等个空气，对，就是有个空气落到了我的头上，对，然后它整整骚扰了我将近4个小时，对，哎呀。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去吃饭了吧？是啊，但我怎么吃了那么久啊？而且吃了还饿，哎呀，不懂。属于一个无欲无求的状态。是啊。让我来看看我自己有什么没有带。你看，我又列了一个小本本，在，嘿，好，对，就是列了一个小本本，列了什么不给你们看的？毕竟有一些还是，对，你看我这里写了，因为我是一个，就是出去，住我会让自己住得像家里一样，对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会带很多东西，然后给你们细细道来，对，能说的我都说出来哈。梳子、吹风机，梳子和吹风机其实，酒店也有，但是我就是用不惯，你知道吧？用不惯酒店的吹风机，我觉得很难受，我自己会，就是对我有点小洁癖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会带吹风机。好，卷发棒方琦带，所以我就不用带了。我们俩说好，就是稍微匀一匀，你知道吧？对。然后护发精油，因为我的头发很干燥，所以一定要带护发精油，不能不带，对。然后，对，我们一起住。然后洗衣液，对，因为贴身衣物还是要清洗的，对。然后沐浴露，我也用不惯酒店的沐浴露，对，用不来那他们那些味道，你知道吧？对。然后洗发水、护发素，因为我染了，我没染头，烦死了！我要继续自我催，就是说，对，就是想要。用一个护色洗发水，对，所以就买了护色洗发水，为了保住我现在的发色，对，就是这个毫无差别的发色，对，对，就是，对，就是，对，要保养头发，太干燥了，所以要，用护发素洗发水要带，对对对对，没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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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东西啊，那什么没染，对，破防，然后还有卸妆油，那是必须的啦，因为化妆要卸。那卸妆，然后卸妆棉搭配卸妆油，对。那卸完妆要干嘛呢？那要洗脸呢，那就要带洗面奶，对不对？没染头用这个洗发水干嘛？保住我的黑色，行不行？就是说，我不想让它，就是毕竟之前染过很多颜色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是想要，我喜欢现在的颜色，我想要保住这个颜色，所以我就买了护色洗发水，就是懂吧？对，对对对。然后，那每天除了对洗漱用品，对，那肯定还有牙膏、牙刷，就是必须的，是吧？对。然后就到了，那你平时洗漱完要干嘛呢？要护肤，对不对？那就带就是护肤品，对，护肤品，我写的是
护肤包，对。什么？怎么过安检？怎么过不了安检？为什么过不了安检？请问我上面说的东西哪一样过不了安检？对，我以前都是这么带的。什么东西过不了安检啊？护肤品吗？护肤品有东西叫小样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我的整个护肤品的包就这么一点点儿，怎么就带不过了呢？对，里面还不止呢，里面还有防晒，还有护手霜，还有眼药水，怎么就带不了了呢？对，谢谢哥哥贺兰萍送的糖果，对。然后还有化妆包是必须吧，要化妆，对。然后就到了身体乳也在护肤品里面了，防晒也在化妆品里面了，护手霜也在护肤品里面了，对。然后充电宝、充电线啊，然后手环充电线，就是这种电子产品，什么耳机，对，充电头，对，然后再到洗脸巾，对，因为。洗完脸要用洗脸巾，所以就，对，还有那种，我买了一次性的浴巾，对，还有美瞳隐形，因为眼镜，对，这三样东西是合为一体的。隐形是不化妆的时候戴的，美瞳是化妆时候戴的，眼镜就是晚上卸妆了之后戴的。对，谢谢路过的假面骑士送的糖果，然后还有，还有羽绒服，对，这是写了。然后还有衣服啊，对，还有搭好的衣服，对。然后就到了，对，我买了，对，感谢方琦给我推了一个链接，就是一次性的袜子，对，我觉得那个太方便了，对。然后这次，然后一次性的浴巾是我之前刷到的，对，虽然就是带过去的时候有点占地方，但是回来的话他会给我省很多地方放我买了的东西。对，就是说一个等价交换，就是说，不等价的相地方就占位置的一个交换，对。对，然后买用一次性袜子，对，就不用洗了。然后还有拖鞋，因为出去外面的话，因为纸拖鞋不能穿到浴室里面嘛，所以会带一双自己的拖鞋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头饰，对，因为上台还是要带点头饰的，虽然我这次带了很少头饰，对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光腿神器，还有我的儿子。还有面膜，就基本上是这些东西，对，一次性浴巾，对，一次性浴巾，手机支架，手机支架带得动吗？哦，口罩，对对对，提醒我了，我没有写口罩，万一忘记怎么办？谢谢你提醒，口罩，谢谢。感恩的心，对，我的儿子，对，我的儿子，过去待几天啊？一个星期不是吗？其实我昨天有一些已经收好了，但我没有划掉。对，因为我是收着收着，我也就没有划，你知道吧？我是那种放好了的话，我就把它划掉，这样子。我就是现在，我就是属于一股脑的扔在了我的那个，行李箱里，还没收呢。对，什么暖宝宝？哦，不错，对，暖宝宝。但是其实姐姐会发，她好像比我零的时候冷的时候，姐姐会就是会给我们，但是还是带一点吧。然后带我的年卡，对，对啊，就是上次办的年卡，对，
哎呀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带嘛？但是先拿着，对，先拿着嘛。万一就是有这个时间呢，就是说，对吧？的念卡，我的念卡。一年两次卡也不是，也不一定是两次啊，万一就是很多次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会很多次。上次有送了这个贝儿的一个这个挂的包，我就可以把年卡放在里面。对，虽然他给的这个卡套也不错，对。算了，太麻烦了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还有什么吗？对，还有什么要带的吗？知道了。还有什么呢？什么呢？环球很贵，真的吗？其实我对环球也没有很大的兴趣，对，因为环球的 IP 都不是我，就是我会看的，你知道吧？就什么我也不看哈利波特啊，顶多就看看小黄人，对吧？我不喜欢哈利波特，对，所以就没什么感觉，对。可能更多去玩吧，就去一次这种。对，但是我觉得环球是属于那种，应该是属于那种不会去很多次的那种吧，就不像迪士尼会一直去的这种啊，就不一样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就可能就是去体验一下的话，还是有这个必要的。好像没什么要带，对吧？我就是非常的仔细的，对，把它写下来了，对。就是你知道，我每次这种收行李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害怕，对，因为我会很害怕，就是说有没带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有一次，就是经常做梦嘛。对，做梦我就梦到我去到那里，就发现自己忘带了什么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崩溃。对，口罩戴够了，4小时换一次就好。我一般都是一天一个，对，4个小时换一个的话，我可能就是，对，我会忘记这件事情。对，为什么要4个小时一换？口罩会发吗？或许应该会吧，就发两个吧。上次总选不也发了两个吗？可能口罩也没多少了，说句实话。对，要就是要买口罩。上一次不知道买什么哦，我上次买绷带，他送了我，不知道里面有几个哎，拆开看看。嗯，他的口在哪儿？儿童口罩还有吗？有啊，但是排练，我戴那么花里胡哨的口罩干嘛呢？里面有几个啊？三个。正好拿这个袋子装口罩。看一下我的口罩还有多少，其实真的没剩多少了，说不定还有点不够，就是，哦吼！好家伙，没想到只剩一个了，白色口罩只剩一个了，谁懂？谁懂？一二三四。哦，一个白的，一个蓝的，两个白的，那只能是戴上我的儿童口罩了呀，就是说，好家伙，自己去买点，好的，
我的口罩也不多了，其实就这么多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加四个啊，其实差不多了，到时候碰到 MINISO 什么的去买就好了。哎，就这样吧。对，我平主要是我平时就是在剧场薅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出汗就换一个鞋，那确实对，但是主要是这样的天气应该也很少出汗吧？对，主要是我自己都会买口罩，我妈每次都说要给我整一盒，但是我每次都没要，对。那是什么？那是口罩吗？嗯，我还有一盒新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来我还有一盒。我刚就是想说，我记得我妈有给过我。我怎么觉得我应该，因为我是一个会及时补货的人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一个物品稀缺很久的。我说不能啊，我说不能，我只剩一个口罩了，我自己就不买啊。不能吧，然后我就抬头一看，那是什么，那是我的口罩吗？哎，真的是我的口罩。看来是我多虑了呢。抬头发现，不好意思，就是说昨天就是被这个空气就是击打了一锤脑袋之后，现在的脑袋有一点就是说不是很好，就是脑子像有点，对，不是很好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最近可能就是有点傻傻的，就是说把它装进这个袋子，不好意思呀、啊。昨晚睡了六个半小时。昨晚是我这两个星期以来睡得最早的一次，大家快夸我，快夸我，快夸我！我也不知道我昨晚怎么睡着的，反正我确实是3点之前睡着的。好啊，对，夸夸。对，我今天晚上争取就是说2点半之前睡着。不能吧，明天这么早起，2点半睡着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对，明天可是要5点起床呢。够了，这回肯定够了，你看多厚实，够了，就算儿童口罩不戴也够了，但还是戴着吧。对，多可爱，戴着吧，儿童口罩也戴着，对，多戴一点以防万一。对，明天要5点起来，因为我会化好妆去机场的，对，所以就是会要就是要起来化妆收行李，对，哦，要带伞，万一下雨怎么办？带伞，刚好看到伞就在旁边。回家了可以带哪个？我的，明天上海不下雨，那后面几天呢？谁知道呢？对不对？先戴着嘛。哦，儿童口罩。哦，回家可以戴儿童口罩。哦，对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还没有想好穿什么呢。对，如果回家的话，不知道穿什么。穿这个，好像穿这个也可以。穿这个背心也可以。我真的不知道穿啥了。我已经纠结好久了，对。回家就直接去选购新衣服，不是？那我总不能，就是到时候，就你知道吧？我一般不在家里买衣服的，对。在纠结呢，对。要不穿这个，但是穿这个，太纠结了，就是说，我每次都带我儿子去啊，我的儿子就是专门陪我出差的，对，我就是专门陪我出差，我有一个娃专门陪我出差的，
因为它抱起来比较软。伞还是要带着比较好，昧着良心给你颁个早睡冠军。好的，我就是早睡冠军。对，嗯，不错不错。什么？不是，是我的宝，是我的宝。那真的是我的宝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很少出现。我的手机去哪了？托尼，我的托尼，对，我的托尼，给你看看我的托尼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我的托尼，等一下，盖一盖。看我的托尼，这是我专门带去出差的托尼，因为它真的很好抓，然后就是抱起来很软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所以我就会带它去出差，专门对，因为其他娃娃抱着没那么舒服的，对，我就是带它专门，它就是跟着我出差的。出差补贴，他没有出差补贴，但是他平时在我所有的宝里面的待遇是最好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他就在我的面前，对，对，就是他平时坐落的位置就属于，就是我一转头，然后睁眼就是他的一个状态，对，这是他的最高待遇。对，包鸡酒确实，包鸡酒。笑死了，而且还有一张大床，对，太好笑了吧？对，这就是托尼啊，他就是托尼啊，请问他哪里长得？请问他哪里不托尼啦？他就是托尼，本托尼，他只是穿了一个衣服而已，对，他怎么就不是托尼了？他就是托尼。另一只托尼很适合抱着睡觉的托尼在家里，对，对，你的胡须怎么卷了啊？不要这么卷好吗？胡须要绷直啊。对，好的，看他的胡须，他的猫须，托尼也学你开始卷起来了，才不是呢。对，我不到40吧。对，不对，我在这里睡觉，我不抱他的，对，他就是出差专属。对，然后家里的托尼是睡衣的托尼。对，然后对，家里的是睡衣托尼。抱抱他，可能就会睡得好点了。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今晚抱着他睡的意思是吗？笑死，为什么会这么觉得？是因为我在外出差都睡得比这里好是吗？我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女人。对，先扎个头，因为等会就去收拾了。对，什么开始尝试各种偏方，他好像，我真的太秃了，谁懂？对，这样好好看，大家都喜欢我扎起来的样子吗？对，
别扎太紧，当然。单马尾，平时真的很少扎头发，对。我在想，我明天要，就是我明天如果穿大衣的话，我要在大衣里面穿的更，就是说，也就是脱了大衣也能见人的程度，对。因为广州肯定不需要到穿，就是穿着大衣在里面的程度，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脱外套到时候，然后我在想里面要穿什么。明天机场单马尾好吗？这样子的话就拍不到我的发色了，不行，拍不到我，就是我的妈生发色，对，对，好吧，有点秃。搓搓，对，什么发色不是没染吗？妈生发色啊，就是这样子就拍不到我的妈生发色了。什么都跟发色有关，确实。刚好会显得很郁，从妈生发色到妈见打发色，确实对。嗯，对啊，去上海跟方琦一起住，对。我去之前可能是妈生发色，对，然后回来可能是妈见打，对。但明天肯定是妈生发色啊，就是。我都不知道是我的头发多了还是我的头发毛躁了，就是说我以前绑丸子头都是要绑三圈的，然后我最近绑丸子头绑两圈，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的紧了，对，我一度分不清到底是因为我的头发变毛躁了蓬开了，还是我的头发变多了。我觉得头发变多了这种事情还是比较难的，对，比较少见的头型。当然我的头非常的圆，我跟你说，我的头就是一个完美的非常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头也不塌，然后对，可能是以前睡觉的时候，小时候睡觉的时候，就是我奶奶老师就是让我换方向，对，所以我的脑袋睡得很圆，就是说，对，听说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影响的，对，所以就是不要让小朋友就是长期就是睡一边儿，对，让他多睡几个方向，对，看这些碎毛就是一般都是扎不上去的，这边好多，上次一把子剪了好多，对，都是这么短。就是拨到前面能当刘海的程度，对，对，嗯，这样的吗？对，最后两分钟了，我们放一首歌吧，放什么歌呢？放，不知道，随机放吧。没有换衣服啊，我只是扎了个头发而已。对，谢谢 YENJIAMIN 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对，对，我就扎了一下，扎起来了，因为我等会就立马就去收拾了嘛，所以扎个干爽的头发。反正洗头也是要扎起来的，啊，不对，洗澡，对，我已经洗过头了。笑死了，我妈刚才告诉我个偏方，也不是告诉我的，就是我以前就用过这个偏方，就是嘴巴这里长的这个，就是拿陈皮，就是泡水吧，泡软之后在这里擦，就是一会儿就擦一下，一会儿就擦一下，这样子就会消的，对。
确实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以前在家里长这个泡泡的时候，我妈也是这么，对。什么？换发色？暂时就是说不考虑吧，毕竟我现在的妈生发色非常的好看，对。对，现在就是一个妈生发色很好看，对吧？什么几年的陈皮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刚才就是快递买了陈皮，然后我现在就已经泡水了，我等一会儿就去擦一擦。对对，好，到点了，拜拜拜拜，大家晚安。对，晚安晚安，我会去收拾，然后就是说完的话，然后赶紧洗漱睡觉的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会早点休息的，对，尽量对，明天机场见吧。对，明天机场见不了的话，那就上海的朋友就上海见。对，上海机场见，然后上海机场见不到的话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了，毕竟我也没有握手。对，很可惜，就是说没有握手。谢谢中山小粉丝送的糖果，哎，好想在上海握手啊。对，谢谢 ELEMENT 送的王老吉。对，然后就是实在不行就是直播间嘛，对对，直播间或者就是 B50 直播间啊，对，什么，对，翻牌吗？好好，对，好，拜拜，晚安晚安，乖了哟。